师友苏明洲一处甲社团好朋友戴春元开讲时知影，伫玉泽镇山腰农民好朋友有行销困难，主动要求要来帮忙行销，而且每箱阁补贴200块，让消费者会当用更加好的价钱买到好食山腰。这些小农们因为他们的土地非常的小，所以他们产量是非常的少，他没有办法进入正式的销售体系，必须要靠他们自己去销售。那么往往因为物价的波动，然后它的产量又少，然后他们又不会销售，所以常常他们的收入就很受到影响。那么我们就希望说，3年以前开始，我听到这样讯息，是我的老师，我的老师傅郑春元董事长，他告诉我这样的讯息之后，我就说，那我们发动我们的朋友们，是不是都来替他们来这个销售？因此我们在一斤600元的状况之下，我个人再补贴200元，就是事实上消费者只要以一斤400元的价格就能买到。除了帮助农民行销，苏明洲第二个份也将举办西餐用餐礼仪以及品酒领先活动，全部拢是免费来推广。我们6月份将办理一个西餐的用餐礼貌以及酒杯品酒的认识的一个活动。我们所有的活动都是免费的。苏明洲除了在自己的亲友团发起号召，做会帮助农民，也在各西主会发布这项优惠又有意义的消息。短短两天的时间，就卖出200箱的山药。台湾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。